生命江山，穿过林界流进江滩，用子弹弹出去提供他穿上，飞红月光微微照亮命运迷城，你有一项灵魂具贵叮当怒闯的灵人，瑰丽中彷徨，自身不知方向，心灯却将沿途绝望照亮。百合花在守护着母亲轻轻摇晃，她回望凝视着自己的灵柩，空空荡荡，命运啊不容她休息，哪怕是死亡，这世上还有太多阴暗角落，他照亮。云端众生，就是夜蛇阴谋伎俩，将牺牲当作他人必要报偿，他却怀想记忆端作挥舞殿堂，那不如点燃我去把末日阻挡，世人将遇着信仰，祈求必有吹亮，从不思考他是否会悲伤，有谬论未必理由结局，人类希望总有时高于生命值得，他把一切赌上，他也会害怕前路竟然为之疯狂，却选择义无反顾，他往理智相反方向去守望，无人知他真实姓名模样，所以山居永远不会被遗忘，这传说一写满1307章，每一行都像书凡人不朽的爱与善良，数夜晚与这村民千万口中颂唱，到着某日他能醒来，再将故事续上下一集。